飞天小鬼发挥依旧稳定，中路机枪依旧懵逼，但是剩下的四路就不好解决了。有大嘴的情况下，想要吃到剩下后边的阳光有点困难，面前的兵车不用怕。兄弟，你忘记你的梦想了吗？上路阳光顺利获取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上路暂时不用管，那么下路能不能再上演一次这种戏码呢？伴舞吃不了，窝瓜坐一下。 OK， 一个白眼，下路的阳光白费。如果是这样打通一路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戏了。不过手里还有将近4000阳光，剩下两路倒也不是特别困难，能打，只能说也不能说100%确定。行了，白眼五路轻松拿下，搞定 OK 了。剩下的来吧，两路其实说好办也好办，说难办它是真难办呢。先打一路吧，看能不能拿个好东西。一个撑杆跳帮忙垫一下伤害，但是还是会剩一个这个大蒜的呀，没办法呀，二路。漂亮，